哥，你看，这是九妹的主差，九妹果然在他们手里，他们到底把九妹带去哪儿了？我们再找找。九妹，醒醒啊，九妹，醒醒啊，九妹。 六公子，多谢你救了我。可是，你为了救我，得罪了你爹，真是对不起你。一切都是我爹造成的，该说对不起的是我。你现在好些了吗？ 青，你要带他去哪里？爹，陈大粗还未铸成，快收手吧！你真是爹的好儿子。快，把这个妖女交给我。爹，快放了九妹吧，成仙对你有那么重要吗？愚不可及！哼，爹爹苦口婆心对你说了那么多，难道你当真一句话都没听进去吗？ 真后悔送你出去念书，半年有用，没学会，到学会了一肚子迂腐，你给我让开，不然爹爹可就对你不客气了。爹，快收手吧！吴九妹，如果你是食物的话，快把地灵珠交给我。你心术不正。 为了一己私利，你不择手段，我是不会把地灵珠给你的。好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爹，九妹，快跑啊！走啊，快跑啊，九妹！放开！
这是哪儿啊？这就是刘海家的丝瓜井底。这就是丝瓜井底。这口丝瓜井和一口普通的井有所不同。你看到那个金丝瓜没有？谁要是得到它，谁就可以立刻成仙，统领三界。就连玉帝也要听他调遣。那我的地灵珠跟这金丝瓜有什么关系啊？你为什么总想要我的地灵珠呢？那是因为谁要是得到你身上灵珠的威力，就可以冲破这道屏障，摘下金丝瓜。哼，我就是死也不会把地灵珠给你，我不会让你得逞，危害三界。想死还没那么容易。你等着，我会让你自己交出灵珠的。这妖孽为什么要来这里？义父道长，求求你救救九妹。刘振兵想得到他的地灵珠，统治三界。此人心术不正，你一定要阻止他。你不顾性命，就是来告诉本道这些？只凭你这妖孽一面之词，贫道怎么相信你？道长，师父。小心他们的陷阱，在道德观设有埋伏，等我们离开就趁虚而入。难道我身上的重伤也是说谎的吗？你只不过是一个苦肉计而已。苦肉计？我还用得着苦肉计吗？道长，为了九妹，就算你要我的命，我也愿意。道长，义风道长，求求你救救九妹吧！只有你义风道长，才可以救九妹啊！因为我知道，你是一个慈悲为怀的人，求求你为了九妹和天下百姓，你就出手吧。清晨，今天你一心向善，贫道不收你，
你也不必多说了，赶快养好伤，下山去吧。道长。是，我是妖，但是我说的是真的分黑白的。可是那个刘振斌心狠手辣，无恶不作。道长，如果你再迟一步的话，那后果真的不堪设想了。道长，我不管你说的是真是假，从今以后不许你再踏入善德观半步，也不许你再涉足人间，否则一并清算，绝不留情。道长，道长，一峰，你道法高深却如此不近人情，你救我一人又有何用啊？得到刘振斌这样的败类成了魔，人间悲剧大难临头，你善德观就是千古罪人，就真的是千古罪人了。道长，一峰，九妹，九妹，全都找遍了，人到底在哪儿啊？说的是，我们再找找。二位，让你们久等了。九妹呢？你把九妹抓去哪儿了？哼，等一个晚上你就受不了了吗？乖侄子，你不是想见九妹吗？叔叔带你去。啊，就是这儿。你把九妹推到井里去了。哼，喜鹊姑娘，你先不要急，你姐姐九妹在底下舒服得很，不相信我带你们两个进去看看。九妹到底在哪？你不要急嘛，我告诉你，这里就是丝瓜井的心脏所在，是天下治水的命脉。你没想到吧？咱们刘家世世代代就守护着这么一口神井。不过，这还不算神奇。更加神奇的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走吧。别上他当。
就算你交出地灵珠，他也不会放过我们的。交出来，交是不交？不要，九妹，不能交，交出地灵珠你会死的。不要啊，刘海哥！现在只想杀了九妹，可是我根本不是他的对手。你杀得了他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你怎么伤害我的哥？但是我求你，不要伤害刘海哥。你的死期到了，今天我要替我爹报仇。杜老爹不是我杀的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是你杀了爹，是你杀了我爹，是你毁了我的生活，是你毁了我的一切。说，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反正九妹就要死了。你说什么？九妹要死了？怎么？难道你不希望她死吗？难道她不该死吗？是她杀了我们的爹。为什么你们所有的人都要保护她？难道现在你也舍不得她死？我把刘少卿带回来了。九妹她，九妹她可能真的被冤枉了。刘振斌确实有问题。他好像谋划着更大的阴谋。刘振斌，刘振斌他不是杀我爹的凶手，吴秀英、吴九妹才是。哥，你怎么了？难道你也被那个妖女施展了魔法吗？你先别伤心了，等刘少卿醒来之后，就真相大白了。好，我可以把地灵珠给你，不过你先把刘海哥给放了。如果你说谎的话，你们两个都得死。不要，不要，你不要杀刘海哥，你不要杀刘海哥。要是我死了，就没有人再威胁九妹了，是吗？刘海哥，刘海哥，不要，不要，刘海哥，我求，我求。你不能交出灵珠，刘海哥，都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
九妹，你怎么样了？刘海哥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不，是我不好，是我连累了你。却如此不近人情，你救我一人又有何用啊？难道刘振斌这样的败类成了魔？人间悲剧大难临头，你单德冠就是千古罪人，就真的是千古罪人了。道长，难道我真的错了吗？
嫉恶如仇的一峰道长，不去管人间的妖孽作祟，却管起凡人的闲事来了。刘志斌，你虽是凡人，但是你的所作所为却连妖界的魔怪都不能够接受。事到如今，你恶贯满盈，既然你不懂得收手，那么贫道就只能大开杀戒了。就凭你，事到如今，挡我着死。刘公子，到底怎么回事？都是我爹做的，所有的事情都是我爹做的，我爹是最大的恶人。爹，
丝瓜就能得道成仙。我想此时此刻有着并一定在德山上的女仙台，因为传说那里就是人修道成仙的地方。哎，好，我全都明白了，非夺回灵珠不可，我现在就去。等等，小佩，吴家众姐妹，醒啊！你们要在这儿死死地守住丝瓜井，千万不能让那些魔头冲进来。如果他们一旦冲进来，这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是的，谢云大师。大师，请放心，放心，傅大师。好，现在我就和刘海去夺灵珠，救九妹，阻止刘振斌。刘海，走。你醒醒啊，喜鹊！啊！哎，哎，走快！九妹，九妹，来，九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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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醒啊！九妹，九妹，你醒醒啊！九妹，九妹，九妹。Thank you.
我是来帮你们的。帮你？用不着！你给我走！你再不走，我就对你不客气。西君，让我看看九妹好不好？走开！要不是你助纣为虐，尤振平怎么会轻易得到灵珠？怎么会把九妹害成这样？随着我来行喽。